환사의 협곡에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 自己死的多吧？菜挂机送人头，这幼稚，幼稚，太幼稚。干一波啊！来来来来来，他妈跑了！其实我觉得我们家一阶团挺弱的，不是很厉害，一团不太厉害。时间快了一小时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啥意思，来人给他解释一下，时间快了一小时是什么意思？길만알려줘这还得解释解释呗。那弄的了，好抠。一 A 平 A 平 A 平 A 吃药 ，A 不到啦。我得再跟他打，要不然我们。亏了，用这药回血，哎呀，感觉药吃快了，有点薛威是有点吃快了。他没有骸骨。小鹿打完蓝了哈，卡个眼儿的。我们现在上可能有点危险，这没什么回来的手段，不行，等他变大完事儿了吧。嗯，等他变大完事儿。W A 接双 Q 平 A， 还致命点燃，可以。你走，你走是可以，兄弟，不是不可以。但是吧，我这没法去，我这兵线去不了。这可去不了啊！驾！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他大头儿子能死不？快跑，大头儿子！好，大头，没事，拉尔已经崩了。我实在是没法去。大头行啊，大头单杀勇门。我操！差一下。差了一内内，没 A 出来最后一下。哎呀，这有点烦啊！关键是这个红 buff， 你知道吗？모든상황에대비해아군이당했습니다。换了也行啊，换都没换掉。
又来打吧。六级之前应该能杀他一波。先插个眼儿啊。可以。兄弟，这得看你的了。谁来了？小鹿来了。哎，我就知道他得闪，我就闪慢了，我就感觉到他要闪现。你给我发问号有啥用啊？我也没办法呀，人家六级了，你给我发问号有什么用呢？但我其实无所谓，你辣耳的英雄起来他也打不过。大头打得好一点就行，对吧？其他人无所谓。你看嘛，我说了，这英雄他起来他也打不过，他变小太脆了。好，回家了。这把得出三项啊。他这个英雄属于有机会的英雄，变小太脆了。但其实也是他自己玩的菜，他如果直接闪现的话我没有机会，他不直接闪他非得要装个逼，非得觉得自己能打得过，
丢不闪。回来了。就等它变小啊。他是不知道我隔离了，他知道吗？他不知道吧。干哈呢？啥意思啊？我点烟没好，我操！我让这莉莉亚跑了，我就差一点点点烟，运气不太行。你等一会儿，你别等它变大来，你等它变小来。等一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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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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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好。你打他。驾！这想 Q 我？不可能。伤害那么高吗？这银马蓄气也有点高啊，这银马伤害这么高吗？银马蓄气有点高啊。虚区都不低呀，我一看呢，确实这虚区都挺高的。这把大头厉害，我一看这大头就不一般。我们在这大头后边挡一会儿啊，我要回去了。完了，我点错了，我怎么点到跳蛋上面了？我可去不了啊，我可去不了，兄弟们，这波咱可没法去了。这波这上路兵线得收了，上路兵线不收，我这等级没他高，看你们的了啊！漂亮，一换一不亏，一换二凑个地儿，但是机器人收的也不亏。好，二换三也还可以，四换二完了，说了别打别打的你。那上塔没拔呢。嗯，
第二件装备出啥来着？我都忘了。哎，猴第二件装备出什么玩意儿来着？水滴不能出了，这不能出水滴。黑切，小心点拉耳啊！我们中路过来帮一波的大头。他可能旁边有人儿，驾！我十秒大，上去收兵了。给你留口屎吃啊！这不行，这得上去收兵，这不收兵不行事啊！怎么一收兵就干起来呢，兄弟们？那大头儿子怎么回事？是不打峡谷去了？这样啊，这不是中路打团吗？莉莉亚好像没去打峡谷，她没敢去。莉莉亚挂机了，没见着这人呢。大头有船没？大头没传送。哎，真的，这莉莉亚这人没了，没了，打吧。啊，有，出来了。你们先打啊。直接杀永恩，永恩一杀，那拉尔过来进场没有用。我们先杀这小鹿，杀 ADC 打断，给我追，驾！漂亮，拉尔死没死啊？一身血没死啊？这。追踪吧，谁的峡谷啊？对面的峡谷，还可以再推呀、啊。这不推俩塔吗？这小龙。有蟹手钱，有黑切钱，我想一想啊。是出蟹手还是出黑切？出黑切吧，出黑切，这把先黑切。有个兄弟说：“哎呀，猴哥真可以啊，前期这么血崩都能稳得住，不是稳得住，是这拉尔根本打不过我。我只是差了点运气，这就是技术上面的碾压，你知道吧？”
这把杀 AD 啥意思啊大哥干哈呢啥意思这 ADC 马上死了我操这波团直接爆大拿完大龙拿小龙玩呢这他妈也太背了我操了这是要干什么呀这封号了给我能连进去啊打赢没啊兄弟们兄弟们打赢没哎打赢了兄弟们漂亮兄弟们 Nice打赢了就可以啊杀戮收波兵把我节奏给我打的稍微乱了一点点上波我应该能收五六个人哎上波打赢直接大龙了真的是掉线了这个时间点很关键啊这波一控三，永恩其实我们可以找个机会试试能不能杀啊。这永恩，他要么他交闪，要么他死。我在这个位置，他只要敢过来收兵，他就必死。没打过他不能还好银马给我做了坚强的后盾这不应该没打过他呀他不点血吗也不是怎么会没打过那我说这波别打了兄弟们撤一手吧啊撤一手可能还是主要是扛塔了这还是扛塔了扛的是小塔银马做了我们坚强的后盾马哥确实是可以的可以啊马哥马哥呀你刚才卡我位置了我不是要站那儿你刚才把我走位卡住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走不动了把他们家真眼给他排了唉没视野呀
这队友这怎么都没大呢？为什么我看见我队友都没大呀？大龙可以啊，直接推中是不是不太划算呢？那大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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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进一手先杀对面 AD 七啊，一定得把对面 AD 杀了，其他人无所谓，死不死都可以，我们一定得把对面沙米拉杀了，让他收割不了，剩下的就看队友的了。这拉尔怎么飞上来的？还好他没啥虚缺，可以接受。龙龙龙龙龙，圣魂永恩，漂亮！龙魂，逆攻了，兄弟们，这沙米拉被我们杀了，逆攻。加点儿，加点儿，下边团战我们就不杀沙米拉了，下边团战杀谁呢？杀永恩。下边团战永恩对我们家后排威胁有点大了，现在可以打，上塔可以拔，没有人吗？这怎么就上了呢？这不行，这得过来啊，好像永恩挂机了，怎么感觉他们家总是少人儿，是怎么回事？你给我死，来个无影棍儿，吃点饭。